天将为您解密肉贩子的秘密。第一招，看颜色。我右手的这一块肉颜色上看偏鲜红，而我目前左手的这一块肉颜色偏粉红。当然这个色差并不是非常的明显，假如您在肉贩的专用灯下将看不出任何的色差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这种有专用灯的摊位购买。现在我把这块偏粉红色的肉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块肉的上面有非常多的出血点，这就有可能意味着这是一头病死猪。我们尽量不要购买这种有出血点的猪肉。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正常的肉，它明显没有这么多的出血点。下面我用刀把这一块有出血点的猪肉切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到颜色的差别，猪肉的表面呈现出来的是粉红色，而猪肉的里面是白色。假如我把这一块白色的肉和正常的肉放在一起，那肯定不会有人买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块肉两种颜色的情况呢？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可以看见肉贩子用一块湿毛巾盖在猪肉上，其实这一块湿毛巾是暗藏玄机的，有可能这上面的水不是一般的自来水，而是亚硝酸盐溶液。简单的说，它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是上色，第二个是防腐。亚硝酸盐进入人体后会和胃里面的蛋白分解物结合，形成有可能致癌的亚硝胺。而一块正常的猪肉切开绝不会是两种颜色。我把这一块好肉切开给大家看一下，里外的颜色是不是都是一样的。请大家注意，我这里所说的是同一块肉，五花肉属于其中的一个特例，它每一层肉会因为